今天我们来到一样是圈圈叉叉瀑布的上游，然后要溪降。好热哦！不要我了啊！你又不要我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是要溪降，所以呢就要带驼兽来。驼兽在这边，以后要继续要找他们，不然会驼兽啊。啊，热死！你看他的装备，什么装备？超马，还有阿宗。好冷哦！我本来想说我今天不说冷的，然后就还是冷的。对，破戒。哦，不然想说大家都会觉得干，你是不是那么怕冷？好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怎么了？突然会变容了。哇！我刚刚没有跟你讲，会突然变了。怎么样？好玩吗？看到吗？看，换你啊。好。我们在起来。看。哇，看不到了。再滑第二次。绝对不会说我很冷，不会，不冷，我觉得很热。再抱一下，啊。
不要，太热了，这温泉太热了，我受不了。这次回到这个家族，包我们的家族，好漂亮。这边真的超像蚯蚓坑的，很难得居有这种还不错的地方。这我们的手匠啊，也还蛮棒的。如果能上去上面那两个瀑布的话会更棒，有点可惜。怎么了？很热哎、欸，很热，你为什么不泡温泉？为什么还要说你说你不能摸死我？很热哎、欸，不会啊，都很漂亮啊。这温泉很漂亮吧？对啊，我们来泡温泉。走。我觉得太热了，你知道吗？太热了，我受不了。哦，太热了，哦，好热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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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烫了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人，欢迎按赞、分享、按下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